你们是何人？志同寺的僧人，你们听着，我乃督军副将王广，今晚奉宇文章大将军之令，特由兰陵公主去汴州走一趟。如果你们有谁胆敢阻拦的话，格杀勿论。方丈，我等全体武僧愿誓死保护公主。好。 我志同寺与兰陵公主同在，保护公主。